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本源新生产包装线。那我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 LG 150的套路机。那这台套路机呢，它是属于我们叫中速的套路机。如果以每分钟标长十公分来说的话呢，它的速度大约是可以到每分钟大概300平。那我们通常啊标准型的就是套路机的制料呢是采用双模卷，就是两卷的模料。那这一次呢，就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公司一个更优的装置，那它就叫做 AUS200 不断料系统。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外形有没有像一个蛋糕塔，那它一次呢可以放置六卷的模料，然后呢每一卷的模料呢头尾都是相接的，就是呢当您第一卷模料使用完之后呢，它会马上的连续接到第二卷模料。然后呢它最大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减少你停机来换料的时间。那它的特点呢是它在溃料装置的部分呢，它还有透过超音波电眼来侦测我们模料啊那个滚头来回放射的距离。那它可以呢就是控制我们的蛋糕塔在高速的运转之下它的张力调整的平衡，让它呢不会发生挤料或者是有碰撞的情形发生，然后影响我们的生产，然后产生停机的部分。那我们的模料呢它会一样经由这边送往我们的送料区，然后送料区呢一样就是这边有我们的炮筒来固定模料，将我们的模料呢送往切刀区，然后在切刀区会将我们的模料切成切片，最后进行套路的动作。然后我们的人机界面呢它有搭配40多组的记忆模组，那也可以就是根据你有不同的包装品项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做存取，就是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做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模料呢现在开始从第一卷开始运转，然后它如果第一卷结束之后呢就会一直接连的到最后一卷。那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那个 LG150 加 AUS200 的部分，谢谢。